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亿万大赢家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，为你做现场。那么今天开了一个一高压力盘哦，然后迅速在突破，所以这个会收最高。这个行进间的洗盘，哦，这个现在目前很明显的16900，这个已经被站稳了，也就是说季线这半年线的部分呢，已经被攻占了。这是多头啊，将士用命啊，把它占领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半年线，其功劳最大就是大家最看不起的台积电2330，这个发挥了强而有力的攻击。今天台积电涨了11块钱。我有一位投资朋友，他很喜欢台积电，那他剩下几张，他跟我讲说，他参加以后，我跟他讲说叫他卖，他说600块他不卖。然后这几天跌下来，他很紧张，老师我没有听你的话，哎呦，我听你的话600块卖掉，你看多好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他讲说，你现在不要卖的了，他有他的价值嘛，但是你600块就是吐里鸭啦。你看哦，台积电，你看在这边已经半年了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半年啦，你买台积电是赚不到一毛钱呢、欸，买对股票是赚翻天，买错股票是没明天呐、啊。这个股票还好，所以你也不要那么紧张。他听我的话就抱住，他说：“老师，你要卖的时候再跟我讲。”我说 ：“OK， 没有问题，我一定会通知你。”所以你找对老师啊，懂得卖股票也是赚钱呢、欸。以前你自己在那边乱砍、乱抢。我在这边所讲的，因为我的会员有分作好几组，啊，比如说我几个简单来讲，聚合一般会员、专案会员，还有这个单股会员有，可是每期嘛就是大概100多块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特别会员，或者是所谓的清代会员才有啊，或者总统会员才有啊，这个不一样的啦哈。所以股价是股价。你普通会员，你一般就是100万以内才来参加普通会员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叫他买那个500块，他怎么买得起？所以这个不一样。那我们这个大盘啊，我充满了乐观。为什么？来，美国准备再创新高。你看这一波下来是什么原因？还有的 QE 啦 ，QE 被限缩了，大家讲阿要收。外资今天台国百亿，嚯，外资500亿都台你家。亲爱的投资朋友。在这边，哇，都台国霸业，都台国霸业。你看哦，他在这边杀了500亿，你看都台了隔天刚上给点以前的上，就是杀在低点，杀在低点嘛。你看 Nasdaq 创新高，只是这个汇办比较弱一点，它也慢慢转强啊。那台股因为跟汇办比较有关联性，所以以至于台积电、联电这些就被拖垮下来。可是它基本的价值还是存在的，这个你就不用怀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对大家这个会看空，或者是说看得很悲观，你没有必要嘛。台股是资金充沛啊，你知道这几天谁在买吗？劳退基金、四大基金全部进场护盘，你知道吗？我有跟你讲过嘛，那你就不用怕嘛，因为钱很多，房地产又不好投资。房地产真的不好投资啊，两税合一那个就把你都垮了、啊，只能吸引一部分的人进去而已嘛。那钱那么多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买房子租给人家也划不来哦。那你看突破了半年线，突破半年线是一定会嘛。所以选股才是重要，选对股票涨翻天，选错股票是没明天哦。一样股票是两样情哦。哦，你昨天像昨贵买，我说一定会转强。因为它现行已经告诉你了，它昨天已经站上了半年线。我们来看贵买这部分，你看它是不是今天很强？哇，今天超强呀，没有挑战月线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时候是事前你要有这个判断 K 线的判断，哦，这个得起来功夫了，不是讲得起来我多了，哦，这是一种股票市场的一个修为，你的经验。你们看长龙，你们一涨上来涨停板，隔天你们都看好，我没有看好。我不是没有看到，我看好很未来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就是盘，有没有？我有跟你讲什么？横的越久，竖的越高啊，有不？哎，个盘嘛，盘个咕噜盘噜咕噜好啊，
伊即马去哦，马上已经八了啦，尤其个怪资哦，哎不输几外资哦，正样呢，今仔买明仔再来买啦。伊无有话啦，咱卖两万几张出来啊！你看2603，遐好个股票还咧乌白买，对不？啊，今仔毋是搁去啊？阮昨昏啊，阮会员讲，伊39点要等你，你食七买点要等，能去了管？啊，有诶吼，当然投资朋友参加我诶办八八种。老师啊，你买叫我买，我要等你三九，我挡袂掉，我才跳落买。都一定要管，啊，再来管，这个是你自己不听老师的话嘛？对不？你自己要去乌白装，啊，我就讲用这盘，横的越久，将来竖的越高。你爱对这有信心，你带我走一定是爱安尼走，你才会赚到钱。管不会咱结果扣倒转来，啊，这是安尼这办了。你要要管的，当然嘛就扒掉。我话你讲个啊，盘整带突破，金九银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高个个十个。再大气，金九银十啊！你听有啦吼，听有啦。所以讲，你这吼，人讲个卖钱卖落，伊这对拍愈在愈好。吼、哦，哎呀，拜吼、哦，下下叫，你知道不？你看这个高点，你要懂得卖。他今天为什么会一下就反转？表示他涨很多，在针对这一波来修正。那么修正的这里修正0.382到116.5，116.5多0.382呀，都还好。你看我这个230还会卖的人啊，很多投资朋友是怎样？你参加的老师哦，他不管他称航海王也好啦，什么鸟班我都不管他啦，哦，他们就是跨博跳来跳去啊，对不对？你昨天看节目啊，一跌大家都我不是航海啊，我跑了，啊，你这航海王啊，我从来不讲我是航海王，可是我会分析给你听，正确的答案给你。对不对？这个不会破，这个不会破。很多人你看节目啊，啊，这破啊，温死的，爱去买电子股，哇、哦啊，真好。你去买电子股拄啊好，拄啊歹势，这个月拄啊开始大了。你拄啊去参加拄啊好，就13天，对不？啊，这嘞，长龙嘞，歹势，这三伊卖到，这都港务里家，黄世平干哪样，带你买这呀、啊，对不？带你来这上下操作啊。啊，这个是功夫嘛，无这啥物物件。啊，你股票做，我卖人带你讲啊，高卖低接，啊，这两天十几股转来，对不？啊，这个买到等126、130个买，对不？128个买，啊，即卖你涨你看，六月你也免惊，你看139个买，对不？涨个139啊，我拢有可信的，这袂好笑的啊！我在这边讲的一定跟我做的一样，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。因为你我这一只股票长荣、阳明、万海是，我一般不带万海，是因为万海是比较有钱人在做，也200多块嘛，对不对？我说转强中了啊，你涨落来了，你讲你转强中，人去啊，涨个涨一些全部吃掉，对不对？几乎全部吃掉了嘛，涨上管偌济，250块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我说转强中，为什么？他现行已经告诉你他在转强嘛。是答案的嘛？这一档是我总统会员的股票，一般会员我没有带他买这个。啊，这几两万变成25，但你一般人敢买去，只有25万呢，对不？啊，你250万你要买几支？啊，这个算了就无去啊，你对不？你看拉尾盘突破先见真章，22突破就见真章了嘛，就上去了嘛。这一档股票我也是市场上平均327块买的了，200块买，250块附近再买。225以上有压，到昨天才突破，正式的突破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你对股票的修为。你看，市场上最会卖万能的就是我大股息，扣上的是128，卖334块，平均327块，对不？这个。你回头看我的录影带，骗不了人了、啊。熟悉的是熟悉，免他们吹嘘。那么我告诉你，这台化，台化他们家寡家固啊，你都为了除息在即嘛，以后会大涨。台化这是2636，这个哦，他们家寡家固啊，股票他们家寡家固啊，伊无可能伊那边死早就挂落来啊，未死啊。寡主不管你寡主安怎甲卖嘛，未死啊。啊，这就是啊，单独管了伊百四股收的。对不？我大家拢有嘛，
大小限拢有，你股东嘛有啊，你员工嘛有啊，大家有啊，对不？百四块零二嘛，六千分之就到到六趴嘛，六趴嘛，零百四块你就赚啊嘛，现金连赚。啊，你若以我的经验，现金融资，伊即款公司，大家拢有诶，甲你收起百四块，咱讲实在话啦。因爸，你来看迄个嘉登啦，伊现金融资115块给我300几块啊。现金融资第二转200块给我300几块，拢起50%。啊，你甲算，我今仔沿途我甲你收钱，我无甲你起50%，敢会煞？敢会对你交代？啊，你收完了好啊，下摆再过印证。黄世伟是伊经验甲你讲，哦，你著讲啊，要讲安怎？我正甲你讲你嘛，啊，老师啊，你操蛋！啊，拜了个证明啊嘛，啊，拜了可以证明啊嘛。无我因爸有法度安尼谈。四月份赚啊，六月份、七月份，长阳明58到二啊二，这二啊三，这327，我拢有走呢。正好哥我嘛有走呢，亲爱投资朋友，有一个老师讲，伊正好哥做四五桌，常常咧提到90，这个五月初四还是五月十四，后你看讲伊赚偌济，啊，即卖伊毋赚偌济，对不？这个，我们要脚踏实地。我跟所有的会员讲，我们有分作几组，哦，或许哎，你聚合你有啊，特别会员因无啊，但是人因有别款的啊，都无同款嘛，金额无同款，拍主持无同款啊。当古的人，我即摆人讲啊，你有买长隆甲阳明啊？我看电视我咧去啊，老师你嘛好买一个，啊，就买一个，互你买一个啊，当然爱买啊，买就要赚啊，要用啊，对不？老师嘛是互你买。我现在在讲的，我都是实实在在讲，我不会一天到晚跟你讲涨停板。我今天也有涨停板啊，我下个单元告诉你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我选股一定是选基本面比较好、技术面比较强的股票，筹码面归属好。我们研究部坚强的研究部提供我们好股票啊，对不对？我哪有那么多时间？也要参考他们的资料，再加上我的经验。那讲胜利成功有何困难呢？我们绝对不会跟主力挂钩，买卖无挡，带进一定带出，有停损远离套牢，不做死多头，买三利三升的股票，买主力还在里面的股票，它跑不掉。货刚来了，电锅机，交钱不要紧，五十万嘛无紧啊，黄世明负责赚给你啦，对不？我这边四五个来参加，我50万拢赚了150万呢，我干那做两三支啦，尔呢，唔是讲你哪个说哦，逐天咧消费，不要叫几十支的股票。我无迄个本领，嘛无迄个办法。因为怎讲，你本领也好，叫十几亿股票，啊是要哪赚？你敢有遐侪钱？无嘛，啊你一摆买一个一张要赚贵。欢迎你加入我们赖内小老鼠莫五一六八 Telegram 哈，小老鼠莫五一六八。黄世明是大家的好朋友，我们诚信为最要紧，童叟无欺。我在上面讲的股票，一定是我做的股票，不会拿别人的股票来充数。也不会拿涨停板来表示我的厉害，都不会。你就跟我做，我的call信都可以。你不相信，你来备查都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备查哦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。唯有摩尔名闻遐迩 ，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， 欢迎来电02-2351-6168，02-2351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。唯有摩尔名闻遐迩 ，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， 欢迎来电02-2351-6168，02-2351-6168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，我们这一节就开始讲电子股。好，那么我想我卖掉我都公开的讲，得电池者得天下。我告诉你哪一只股票叫做美骑马，美骑马
对吧？昨天你就听到我在卖了啦，4721，错开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错起来，这就是黄世明给你的答案。懂得买，也懂得卖；懂得买，也懂得卖。90块到144，我不担心。134、137卖掉，功德圆满，资金转入另外两档股票，啊，你就争取效利。现在投资朋友，我都给你看喽，你要去买，你要去抢。昨天还有会员跟我讲，老师，我受不了，我要买，我你不能买，这都慢的，你买你买你，我不跟你负责，乖乖买买。我你买股票，我带你来买白金嘛，我这做你惊无嘞？怕你没钱而已啦，我怕你没股票，企鹅也一样，我没有出哦，我没在出，我在买，在今天虽然回跌，我也告诉你，我还没有卖，我52块，我平均53块的成本，这里已经赚多少了？已经赚67%了，这里还在赚呢，我怕什么？好股票就是好股票，我跟他熬，熬到最后我一定会大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电视，你不要自己乱买。哦，我跟你讲真的，你自己不要乱买，到时候套牢，你说哎，黄世明会，啊，不要怪我，哦，我随时会卖，哦啊，因为你不是我会员啊，你不知道我的信息啊，契机，因为他关紧闭，我后面我就不赚了，代号3527，后面我就留给别人赚了，还会再涨，我也知道会涨，但是因为关紧闭，照规定是不能讲了，做投顾老师这些关紧闭的股票是尽量不要讲。这表示他被警示嘛？那你我们有就卖了嘛，卖了就没事了嘛，对不对？涨我也卖啊，我1950买的啊，每天告诉你啊，这是总统会员啊，这个一次交100万的啊，啊我铁靠我的股票，人要给你搞100万哦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这合理嘛？羊毛出在羊身上嘛，你要赚钱不能就是安尼啊，对不？你要赚较多，黄世明想办法让你赚嘛，资金讲求效率嘛，是不是安尼？这个是汽电动车的部分。那这几天我在做什么？我在做布局。来，我做布局什么呢？这些资金卖了，你要懂得去买别的股票啊。这是一棒接一棒啊。我就普通会员就好了。我讲恁党看无起的大牙就好了。我2块买啦，啊，这不是底部，你讲这输的机会少，赢的机会大。1609，啊，这不是过去七角啊，老师收慢呐。啊，后壁你哪会知啊？上少我赚啦，对不？这是普通会员的哦。啊，你这就较无同款啦。哦，这的生化价这哦，跌无可跌，我咧买哦，113.5，这叫做全新2455。哦，啊，这129啊，是不是你家买到这129？来，逐工顶我你看来，我嘛逐工甲你讲，我买这支，我买这支干嘛？对不？二三、二四，过去一七个加嘛，有看到无？过来，25，哦，这25，这灵通，这25来，25今仔25来，今仔过去129.5，123.16，117.8嘛12块，嘛是一声呢。啊，你有敢有赚有着？公会员啊，没有涨停板，但是涨不停，这就是我们的方法。哦，这个不是一般会员的，这八龟公嘛，这清代会员嘛，该特别会员的吧？另外一档叫灵通，哇，哦啊，这就较俗一点嘛，这就单股会员呐，该迄个 VIP 啊，还有的无的啦吼。今天涨停板来4952，今天涨停板76.6，我跟你讲几天，讲三天，我买股票是抱来等它涨停板，不是抢来等它涨停板，跟你们不一样哦。来，我就给你看来。公二会员涨停板，这今仔日的哈，特别会员跟单股哈，这请坐。来，买在起涨点70块，我买过多哦。8月23日，我买过多哦，70块哦，哦，我买过多哦。补涨可期，你老师的这个武器的补涨可期，啊，补涨可期就是补涨可期，啊，这不是涨停板，对不？啊，这逐工这给你看，敢会好笑？你叫阮这会员来问啊！我是买股票是因为看到新唐4919，这个有啊呢。我当然这个跟那个有关的呀、
我买小红，我买贵的，贵的有险吗？是不是呢？啊，今天又有人去唱，光明的又去唱啊，唱了又套了，哎，袂晓听话，你买这個，我买另样了，顶通了，啊，是不是我谈？投资朋友，你爱跟着一个会晓股票的老师啦，你才会赢啦，无你要哪会赢？我讲航运股就好了，航运股这人讲，老师，阮老师外口的咧，我昨昏干人我咧买啦，干人我有中行啦，我二十几我都选到一支中行啦，什么什么阳明啦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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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洋光哥啦，什么西洋骨头来卖起来，还佫行空啦，你根本就袂晓股票，你行空，你拢做软体啦，鸟什么系统啦？鸟神系统啦，你搞样股票，什么三线翻空、三线翻多，等你翻多的时候，你去去三成；等你翻空的时候，已经落三成啦。还有这软体啦，你若是不用做股票，在看软体，不是我黄世明给你闹鬼，对不？你看，你中行其他有去哦，国去我看，对不？你国去我看，你拢无看基本面，还看技术，敢有搞？那讲了就白讲，外行加内行，对不？碰风水过。台波吧，啊！你唔知人讲讲啊，去去跌啦。那彭城，我嘛是问你啊，不会一百五个啊，八五，那我嘛讲给你听，对不？那我嘛讲给你听，啊，不会啦，啊，未说啊，我要买要买，我不管是天公买，他怎做啊啦？什么车呢？啊，够有诶啦，唔是干那安尼啦。我基本拢有，因为哦，你阳明啦、长荣啦、万海这种个盘间嘛。盘间咱都拢有啊嘛，咱下铺下开拢布置好啊嘛，即嘛是安怎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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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听嘛。但是你要有新股票或新会员过来买嘛，即嘛是啊，二四八一，即嘛俗俗啊买啊，即嘛是买啊，即一一三啊，伊那前日嘛涨停板，我嘛甲你讲几啊讲，我涨买啦，即我涨买啦，对不？一二四点五会高点的，我涨千，我有涨甲你讲，我卖嘛卖起嘛，对不？卖迄、那个。袂积极，哎呀，钱阁涨出来，钱涨出来啥？买股票嘛，要创啊？只当这一档获利有啊档嘛，这嘛是俗俗也会使买啊。这顶半年剩三块七啦，这顶半年剩三块七啦，啊，这嘛才七十块啦。你看都安尼啊，啊，这是要输偌济？这赢的机会比输的机会较大，你袂该拼，对不？这稳了该拼，难冒，稳五十块七甲买啦，百一五零。今天较袂强，我嘛讲我袂好伊啊！我今天嘛出一挂好伊啊，出一半好伊啊，钱收倒来。要买白鸡，买到一支，我甲你讲，二三三八，买一支，买一支。我下昼我再去俗俗啊买哦，我不是乖乖在买哦，我现买现赚，我八十四块买，上关键我八十九块八，因为要卖我就无咧做当冲啊，嘛还佫赚两块外，啊这明仔载反正佫会起啊。一档接一档，获利有啊档啊！来，你看，你都也买，你也买，九点二十四分，来，九点二十四分，啊，未起就买哦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爱参像阮安尼，一步一卡印走出来，唔是咧打高工，唔是咧做涨停板的，迄个甲你装笑的，迄无效。杰森很难抢第一，危机入市，我甲你讲无。是不是？我们就这样一步一脚印的买好基本面的股票，你就不怕输，不绝不跟你主力挂钩，买五档股票，带进一定带出，停损最好，不怕套牢，不做死多头，压估值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没有办法参加没关系，加入我们LINE小老鼠5568 Telegram， 我这个每天都在公布在我们 Telegram 让你看，都是在名牌。啊！恁阁袂晓来参加这個，免钱阁有那个有吃阁有喝，啊！恁阁袂晓参要参加啥？对不？啊，你若想要赚较多、赚较稳的，找黄世明，直接报名，直接谈，较紧，哦，卡就再紧。我们祝大家今天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